那小的时候有交到好朋友吗？来来往往的同学跟朋友当中，就是有一个是特别好要好的。哦，还是交到了一个好闺蜜哈。对。啊，她是一个怎样的姑娘啊？上体育课的时候，然后我的裤子破了，然后她会给我拿回家，因为她是住外面，我住学校，然后她会给我缝衣服，然后再给我带过来，然后也会一起跟我在外面吃饭。嗯，就不会让我一个人独自吃饭的。嗯，那如果碰到其他同学或者有人在指指点点，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他会站出来，就是跟别人说：“你不要这样说我朋友。哦”他真的会站出来理论。对，他也会就是遭受到别人说：“哎，他为什么会跟这个胖胖的人玩？”对，也会遭到一些非议什么。哦，那他会受影响吗？他不会啊，别人会有那个阴暗的想法，会想他说跟我在一起玩是不是为了凸显他的美啊什么的，他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就这么慢慢慢慢的疏远了。